让我们知道中文歌才是最屌的。唱到场馆赶我回家，《本草纲目》跳一下。哎呦，他好像最火的就是跟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好像把《本草纲目》弄得好像是自己的歌一样。我有他。现在还想要继续哦，要继续吗？现在，对对，我们还是更好点掌声，好不好？祝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，好不好？回家，让我们知道中文歌才是最屌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破例，要破例唱很多很多很多首歌曲。哎，你觉得要不要唱到《场馆赶我回家》？要吗？要这样子吗？哦，要玩得这么大吗？但是我怕我明年会不会回不来了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的重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重点就是，哎，你们离开出去了之后哦，发现别的场馆还在唱，那你就走回来，我们就继续唱。你们如果走出去呢，发现别的场馆人都不见了，歌迷都没有了，你们还是可以走回来，我再继续唱，怎么样？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们如果走出去再走回来，你觉得我会在那边唱吗？还是我在酒店已经洗好澡了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会在车上等着你们。如果你们尖叫声够大声，我就会走回来继续再唱。这个其他的那个附近的歌手，通常他们都唱几首歌，我是不知道啊，我是不知道他们都唱几首歌。重点是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唱的非常非常多，因为我这样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可以做比较了，你知道吗？上一次来到悉尼开演唱会是什么时候？你告诉我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位歌迷，好不好？铁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铁粉？好，说一下，我上次回来这边唱是什么时候？哦，2018年是不是？那我唱了多少歌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就比那一次再加10首歌曲，怎么样？啊，哎，那乐手老师好像疯掉了，好像疯掉了。我们先来一个暖暖身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先来一个开不了口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来个什么？《本草纲目》跳一下。哎呦！不是，你好像把《本草纲目》弄得好像是自己的歌一样。我问他们去广场大妈这边跳一跳，你问他们是什么歌，我问我的。你先把歌变得这么好吗？交给我，哎，请说。那我今天其实，在演唱会还听到杰伦唱了一首我以前跟他写的歌，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会来这场演唱会的关系吗？啊，杰伦。啊，应该不是。大家有听到《困兽之斗》吗？有没有？我是以前我跟他一起写的歌，我也拍了这首 MV。困兽之斗这个歌词，是我跟高洪在一起合作的，还有回到过去的时候。对，他又写在歌词。不过呢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唱困兽之斗吗？因为我来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前几天有去动物园。我去动物园，好幽默。